没有开启这个屏蔽器，你看这边有这么多 WiFi， 啊，这个时候把它打开，打开开关，开关打开后它开始工作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可以看一下。可以看一下，对，你看什么都收不到了。这个是屏蔽器，你看它是开着的啊，这个是在工作，对，是没有任何无线网络的。这个时候把它关掉，关掉，看，对，关掉它这个。